袂爽。咱心中的心底叫做梦。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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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彦文，伊双方用字唔能，离开了故乡云南，华山文庙日夜分离，来到杭州城完成人生的秀愿咯。总经理的回风老酒，有来开关的苏彦文兄弟。总经理，我十七岁，还佫叫伊来贴卡。哦，我以前去新竹嘛，新竹城隍庙遐伫遐开口啊，咱布地公口边就开口啊，啊，像遐咧拍鼓，遐仙咧叫做暗光啊，暗光仙咧讲，大头啊，你安尼学遐久啊，你嘛替恁老爸来搬一下啊，啊，无恁爸咧地大重个啊，好啊，头壳背顶个暗了，就伫遐做小工艺啦，小学做足紧个，敢若闪电式个安尼，咱无开口啊，哦，比如讲你讲四连杯啊，吼。讲读兵书，经书通啊，达达康达康哈，人生飞行舒天空，达达康康康，文武全才天下笑，达达康康，两军阵前水敢当，达达达康达达达康哈，差不多是安尼啦哈。啊，咱唔是啊，哦，咱唔捌做吼。讲读兵书，经书通，人生飞行舒天空，文武全才天下笑，两军阵前水敢当啊，在下哦，安春敏啊啥安尼吼。都直直去的就对了，李路桥啊，直直去啊，呢，好啊，有够紧的啊，呢就对了。哦，啊，但人客嘛，学落来讲，好，我这边伊咧做够紧，拢未拖白。哎呀！我十七到这个二十五的这段吼，台湾的布袋所有的名家大小团都专心拢咧做啦，国戏在咧做，啊，建筑建起嘛，啊，迄阵都布袋盛期啊嘛，啊，迄阵拢做这款金光的啦，迄金光是我发起的。伊讲哦，这个人吼，连甲芦荟孙清、丁五祖，佮连甲伊的金光体几层几层吼，用宝啊加加咧啊，红宝啊、黄宝啊、青宝啊，你愈一层的金光层层体吼，都是五彩，你知无？啊，若去用拍着破光，凭拍破光吼，较早拢脱灰啊，人去听了起码几摆，我拢个解决，都乌啊对就好啊，啊你做个紧，啊金光伊对啊来。金光戏是台湾人的艺术气魄，就在台湾，因为他很疯狂，他很有想象力，他无所不能，无所不敢，那也敢砸钱，所以才会创造出这个充满了台式拼贴的疯狂想象的高度娱乐的综艺气息的这个金光戏，所有的会造成一个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强大的流行风潮，它大概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它可以把通俗的东西结合时代的趋势，把它精致化。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它大概就是可以天下通吃哈，就是像黄俊雄先生的布袋戏那样。所以可以看到黄俊雄先生他的才气哈，那他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他开始塑造的布袋戏的世界是一个全面的、精彩的、奇幻的世界。
人就传了一波团团困住，所有门朝初大家就死亡的介绍。我印象最深刻，而且真的会喜欢布袋戏，是从看黄金雄的布袋戏开始。黄金雄他很擅长塑造那种戏剧高潮，比如每一天在戏院里面要买票，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买票还很贵，买票，然后一天比如要演十天，然后每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都是高潮迭起，高潮迭起，那你第二天不来看就不行。他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他习惯是用儒释道来做辩证，他的表演角色五音非常清楚，生旦净末丑，他那种角色哦，他会伴随音乐，他会在出场之前你就知道哦什么人要来，那个塑造那个营造非常非常明显。那后来我的了解是，黄金雄这种表演的方式啊，实际上是很多南部的布袋戏师傅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经验或者一个创造力。即卖只角色拢总无啥共款吼，造型啦，无那画画有差别啦。较早北关的时阵，个翁啊吼，就是红虎啦、青冠啦、红冠啦吼，黄红青白乌个拢有迄脸谱吼，迄脸谱。啊，但是即卖拢改做较人形化，啊，即形体吼造型拢较人形化，嘿，较无像安尼拢画个安尼灰泥鸟安尼吼。啊，伊只歹人就拢总拍个安尼灰泥鸟。哦，啊，好人就安尼，刻个足水个小生安尼吼。啊，即爿有当时啊，像这歹，即款歹看面的嘛是有好人啊，较人性化。好嘞。啊。啊。啊。你出去，对面去。早餐，早餐哪个？唔是安尼啦，你安尼一日就出镜去啊，你啊，嘿啦，安尼就好啊，你就出镜，你是。一杯两杯啊！一出去，啊！各家怪说，应该早期在投入布袋戏这方面，黄金勇投入的心力太多太多了，而且他力求突破创新，他比跟我所接触的其他布袋戏人来讲，没有人像黄金勇这个样子那么大胆，那么敢创新，那么敢做。在民国1947-1948年那个年代，黄金雄就已经拍了3部布袋戏电影。1959年，他在电视演布袋戏之后，他才真正享有盛名。可是，在这10年前，在1959年之前的10年，1947-1948年的时候，他已经在做了，拍的布袋戏电影。他那种野心、那种企图心，没有任何一个布袋戏人有那么旺盛的一个企图心。阿潘，你爱带唔了诶！边个人就系用刮的，恁将这一边是好诶。像这景吼，就是迄个宋朝徽宗皇帝吼来特别食酒的酒楼哦，这就较立体啦吼。这是厢房嘛，厢房啊，咧伫只皇帝甲一个新堂哦，伫遐吟诗作对啊，这是立体景啊，后壁遐嘛是立体景。黄俊雄先生他非常善用电视这个媒体，他真正的运用到这个媒体的优势。如果我们把布袋戏跟歌仔戏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电视歌仔戏它其实并没有怎么使用电视这个媒体的优势。为什么？因为人的本身已经太迷人了，那他就不会用心在这上面。但是布偶是死的，
那所以呢，黄俊雄先生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血，除了偶的造型更加美观以外，那个布景是立体的，那他尝试做一些树木啦，这些写实的景。除此之外，他在运镜方面，从他那个时代来看，已经是很进步了。我甚至会想到胡金铨的电影，像徐克的那个运镜的风格，或者是像李安的《卧虎藏龙》，善用电视的这个媒体。那么结合时代的潮流精致化，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关键。聪明的满脸霜，斩钉截红妆，胭脂楼中姑娘红，令人一阵梦。胭脂楼中痴情人，空台无情郎，东阙多情怜秋阳，寒夜想西丢。我小时候的很多音乐教育是黄俊雄给我的，我认识的西洋歌曲是黄俊雄带给我的，认识很多东洋，还有很多南管北管是黄俊雄给我的，而不是从传统或者是从音乐课本学来的。不管是打造音乐或者先搞出来音乐，邀到出来音乐，他很用心的选择，用的很搭配，让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什么叫南管，什么叫北管，我们虽然小时候虽然不知道，可是从黄俊雄布袋戏当中我们知道了，它开启了我们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世界。老三，老三，阿勇了。啊，阿勇，阿勇。南北东和西，啊，草奴水干的气，啊。山川环抱子，嘿，山川环抱子，嘿，不来。天啊，天啊，是啊，嘿，年幼无依，等唱唱，来得及，得及，得来得唱，来得及，得及，得来得唱，咚锵，咚锵，咚起，咚锵。河啊，车啊，车相车，河属河。相属相，车公车相，相相何属一切？如叮当滴嘟嘟哈，
呀啊啊呀！啊，过来，哎，阮道上吼，伊拢会拣盐分强调啦。啊，布袋本身诶表情动作有限嘛吼，啊，拢爱靠这个口鼻嘛。我因爱混哦真，喜怒哀乐吼，爱练互伊足清顺安尼啦。我对伊着足认真，但是认真吼，无迄个经历吼。我实在在无经过一段的奋斗哦，嘛是无法度的。